本节目由只做好中药，健康天下人，玉之林冠名播出。来，田里都有了，收拾。到底哪只？左脚。干什么玩意儿呢？都干什么玩意儿呢？都闹嘻哈呢？今天啊，咱们训练散打课。波波，你来。好。注意啊，要爆发力。谁狗来了？波波，你要把它想象一下啊，要有愤怒感。你这样，小峰，你去练会儿去。你再想象一下，就这种愤怒感一定要从心里面往外爆发。再给你点启示，波波，你说你长得也太着急了啊！明明20岁，你看着像40岁。明明20岁，你看着像40岁。没有啊。打死你！不是，起来！你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你啊，我又没说你。你是长得着急点，但我也没说你。我是在给波波启发。老师，我还是没明白。不是。这咋办？来，娜娜，娜娜，别管他了啊！你自己练会儿，我再启发一下波波。你看班长，你能理解我那种感觉吗？能，就是迸发，哎，哎，波波啊，你看你最近胖的，你看你最近胖的，都胖成什么样了你？没有啊。谁胖？我没说你啊，谁胖？我真没说你啊，谁胖？你不胖，你最瘦。哎，娜娜，你别生气了，你冷静。老师，你明白没有？没有啊。我怎么跟你解释不清楚？就好像我拿你的钱包，钱包不行。我拿了你的睫毛膏。什么睫毛？就这种感觉。哎，对。睫毛。哎，我拿你口红去画画。啊，口红。哎，我拿你面膜洗脸。面膜。哎，太好了。不是，我拿的。行，虽然这种方法啊，打老师是不对，但是你们这种气势，是散打需要的。这堂课很好。哎，不要叫。我跟你说啊，保持这种气势。我为你们准备了一场篮球赛，把这种气势延续到比赛上。打他！打死你！你们谁好使？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想干呢？干什么玩意儿呢？这老师这不是要打那个？打什么打呀？我打不过，我们就搁那干趴下得了呗。我好不容易把人家校队的请来，打一场友谊赛，你们这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成天拍砖拍砖的，我拍你，你信不信？拿来！梦盘犊子玩意儿！我跟你们说啊。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，跟人家校队的这些专业选手好好学习学习，别成天吊儿郎当的，干什么玩意儿呢？站好了，哥几个，辛苦啊，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专业，不用留情面，但是尽量别受伤啊。报告老师，我们还有我们的口号呢，来喊一下，振奋一下气势。我们的口号是：比赛有大学的优势。挺好，来。个儿最高的出来争下球。
始了。大高雄，不是，你开始了，争球了。你不跳啊！你眼神你杀他呀！我眼神我就那欲，我就像杀他。防守！我开谁了？你看，自由啊！撞人了！裁判撞人，他撞人，那是假摔，不知道啊！哎，哎你哥你哥。哎，你哥，你够，你够！打！打！你够！哇，好棒！来来，接打，接打！身高不够，用鞋凑。大棕熊，加油！大棕熊，加油！大棕熊，加油！大棕熊，小鲜肉，月花，加油！啊！这个干啥呢？哎呀！哎，防守啊！怎么防的？我觉得他们好丢脸呐！哎，三分球没投进。注意篮板！哎，棕熊快！棕熊抢到了球，两分！哎呀！哎呀！棕熊在远远发出的优势！哎呀！哎呀！哼！妹妹。哎呦，三个！哎呦，进了！加双雄，加双雄！哎呀！看住人啊！算了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帅哥你叫什么名字？王鹏阳。好，王鹏阳，加油！王鹏阳，加油！哎呦，王鹏阳挺帅的。王鹏阳，你好棒哦！王鹏阳，你好帅哦！王鹏阳，加油！他叫王重阳。王鹏阳，王鹏阳，加油！王鹏阳，加油！中场休息一下，让我们的啦啦队给各位跳一段舞蹈。好。女孩也热完身了，咱们认认真真打一把，有没有信心？有有。哎，大棕熊，棕熊没进去，哎呀，太可惜了。防守，防守。哎，洋洋拿球，洋洋拿球，洋洋拿球，奔跑，哎呀，哎呀，进了，进了，进了。不要气馁啊，不要气馁，打起精神。你站住位置，不用着急，稳住之后，你看到了范围。加油，不要气馁啊。哎，我看到，哎哎，加油，文杰漂亮。这个时候，文杰抢到了球，哎呀！哎呀！奥运冠军呢？有的人人都想拿到金牌，有的人他拿不了，有的人能拿到，拿不到的，我们也不要去抨击他，因为他已经尽力了。今天打篮球，我就知道。我尽力了，投不进真是投不进，抢不到球真是抢不到球，我就真尽力了。来，暂停一下，三位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来，你们过来开个会。你们知道他们一天训练多少时间吗？啊？你们是不是同学？是不是应该向同学加油？我们临阵倒戈。你们打了一盘散沙，是不是？他们仨是职业的，我仨业余的，玩的啊。
你要尊重对手，尊重对手就是尊重你们自己，你们不能对不起这种精神。来吧，来吧，能不能好？好，能。来，再喊一遍口号。我们的口号是。待会儿那个，咱仨就都在篮板底下，然后三角站位，放他们投，抢着球权你就马上再回来。加油加油！此时咱们要团结起来了。加油加油！哎哎，这个时候大棕熊抢到了一个球，大棕熊把球丢给了小鲜肉，小鲜肉又把球传给了文杰。这个时候文杰太可惜了，哎呀，这个时候没进去真的是太可惜了。来，盯住人，盯住人，眼镜盯住眼镜。好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哎哎哎哎哎，混乱中，混乱中，混乱中，哎呀，王帅，王帅又抢到了球，文杰绕地球360圈，不要气馁啊，加油，防了一个，防了一个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先先用他1米7的身高挡住了来自1米85的球，好球啊，没毛病，没毛病啊，防守，防守，防守，跟上去，眼镜来了，没进，还有一个球啊，再坚持最后一个球。稳住，稳住！还有一个球啊，再坚持最后一个球。小心又抢到了球，3分。是这个友谊对抗赛到此结束，好，辛苦各位啊，来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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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输了不重要，孩子们精神最重要，不错啊，我觉得从你们的表现，从这一堂体育课到最后这种体育对抗，我都感受到了你们在变化，你们在慢慢的去领悟这种体育精神，人生就是这样，要去拼搏，要对每一件事情都认真负责，所以我希望这不仅仅是一堂体育课，走出这个教室，走出这个体育馆，你们仍然要用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去面对你们今后的学习与生活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再念一遍我们的口号。我们的口号是